处暑节气的含义是什么？处暑含义，节气名，在每年公历8月23日前后，处暑以后，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渐下降，雨量减少。处暑24节气之一，最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节气。处是终止的意思，表示炎热即将过去，暑气将于这一天结束。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渐下降，古代将处暑分为三候，一候鹰乃祭鸟，二候天地始肃，三候禾乃登。此节气中，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，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。禾乃登的禾指的是黍熟稻粮类农作物的总称，登即成熟的意思。